卢浮宫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文化艺术中心，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法国的精神气质。那么，从这一讲开始，我们就要正式进入第二个单元，读懂法兰西。我将会带你在历史的情境中去理解艺术，同时再通过这些艺术来理解法国。法国这个国家、啊、在今天有一种特别的存在感。我们先别做什么理性分析，就来想想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吧。你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？我估计你肯定不会先想到政治军事上去。 应该也不太会想到什么特别有名的工业品牌，大多数的情况，你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它的艺术、哲学、奢侈品等等，这些其实都是法国的软实力。不过，法国的这些软实力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首先，它给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套基础的精神理想，法国的国家格言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，现在已经是全世界都能认同的现代价值观。另外， 法国人还创造了一套充满诱惑的个人生活方式，让全世界都向往它浪漫、优雅、时尚的氛围。在这个单元里，我特意选了六件作品来为你彻底讲透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以及“时尚、优雅、浪漫”这两组法国关键词。这第一站，我们就去德农馆二层的七百号房间，去看那幅著名的《自由引导人民》。那里也是卢浮宫的大热门。幸好，《自由引导人民》要比《蒙娜丽莎》大得多，长超过了三米。 宽也有二点五米，所以即便你站得远一些，也能看得清。你对这幅画应该不会感到陌生。其实他在高中的课本里讲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有出现过。他是法国著名画家德拉克罗瓦的代表作。不过很多人都误以为画里描绘的是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，其实并不是。他画的是一八三零年的七月革命。搞不清是哪场革命，还真的不是你的问题。因为从一七八九年开始，在那之后的近八十年里，法国人民一直在不停的革命。 连续推翻了五任皇帝，建立了三个共和国。法国人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反复斗争，才得到了自由，这个在现代人看来人类最基本的权利。这幅画，即便你别的细节忘了，但画里最为突出的女主人公，你肯定会有印象，因为在一群穿着衣服的男人当中，就她半裸着身体，手里还高举着红白蓝三色旗，而那面旗也正是现在的法国国旗。那么，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？我跟你讲啊。 这画里的女主，她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虚构出来的女神。怎么看出她是女神的呢？其实有三个细节。首先，当然是她的裸露，因为在西方传统艺术中，只有女神才有裸着的权利嘛，就好像断臂的维纳斯，她也是半裸着的。其次就是衣服，画面上其他人的穿衣打扮都符合当时历史的现实，唯独这位女主穿了一件黄色的古希腊式长袍，这古装就透露了她的身份。第三就是女主头上的帽子。 如果你小时候看过动画片《蓝精灵》，就会发现蓝精灵跟女神戴的可是同款帽子。这顶帽子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，叫弗里吉亚帽。在古罗马时期，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就会在头上戴一顶弗里吉亚帽。所以在西方文化中，这顶帽子象征的就是自由。而女主的真实身份也正是自由女神。所以更确切地说，这幅画应该叫《自由女神引导人民》。好，现在我们确认了女神的身份，那么问题又来了。 为什么德拉克洛瓦要把一个虚构的女神画进现实的革命题材里呢？首先，从主题上讲，他是在借用古罗马神话来称赞革命，因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中，神参与到人类的战争中是很正常的。而德拉克洛瓦之所以把自由女神放进画里，暗含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场革命是天经地义的，大家都是为了争取自由在奋斗。你看，就连自由女神都站在我们这边。另外，从艺术表现力的角度去看。 德拉克洛瓦所创造的这个形象，的确是让画面变得更有煽动力和感染力了，因为他的女神完全不是古典的高冷形象，而是一个街头女战士。女神浑身都沾着泥土，光着脚丫子，右手高举着三色旗，左手呢拿着一把现代步枪，真的是烟火气十足。即便是一个不熟悉法国历史的人，看到这幅画时，也同样会被女神鼓舞和感染到。这幅《自由引导人民》画面并不是很精细。 而且德拉克洛瓦还很喜欢用大面积的色块去渲染画面，来抒发自己的情绪，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画派的主要特征。而这幅画也被公认为是浪漫主义绘画,画的巅峰之作。前面我所讲的这些，都是以女神形象为代表的自由，但这幅画叫《自由引导人民》嘛。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人民。德拉克洛瓦很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他只用了几个典型的形象，就描绘出了当时七月革命的参与者，他的广泛性。 画里，女神的右边是一个戴着贝雷帽的学生，她的双手挥舞着手枪。女神左边呢，有一位身穿燕尾服、头戴礼帽的城市资产阶级，手里也紧握着一把步枪。据说这个形象就是画家德拉克罗瓦本人。在身穿燕尾服的男人身后，还有一位手里拿着弯刀、穿着背带裤的工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上面我所讲到的这三个人，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人群：工人、学生和城市的新兴资产阶级。 他们正是当时革命的主力军，这也意味着身份不同的人都已经全部联合起来了。他们准备为心目中的自由大干一场了。讲到这里，自由女神有了，人民也准备好了。那么德拉克瓦他又是怎样去表现自由对人民的引导呢？你首先当然会看到女神挥舞三色旗的动作，这显然是在表达指引。但其实另外还有一些细节，一般人就很难注意到了。我现在就来给你讲一下。 首先，女神手上的三色旗并不是画里唯一的一面。你如果仔细看背景里的巴黎圣母院，它上面也插着一面三色旗。还有女神背后的人群中，隐约也能看到一面。另外，你看整幅画使用的色彩，红、白、蓝三色的搭配到处都是。比方说，一些人物的腰带、头巾就是红色的，而天空还有地上躺着的那位军官的外套就是蓝色的，白色就不用说了，好多人的衣服、远处的雾气都是白色的。 可以这样说，象征着革命精神的红、白、蓝三色旗在这幅画里无处不在，他们也在引导着人民。这幅画，德拉克洛瓦将革命的那种紧张、激烈，甚至是有点血腥的气氛都展现出来了，让人看得非常带感。但这幅画之所以伟大，还有一点很重要，那就是他画出了历史的复杂性。的确，革命是激动人心的，但革命也会流血啊。画里面那位身穿燕尾服的男人。 也就是画家本人的化身，他虽然举着枪，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很犹豫的。你是能感受到他内心冲突的，而这也恰恰反映了画家他本人对革命的态度。在这幅画里，德拉克洛瓦是画了很多阴暗的东西的，比方说画面底部有几位死去的皇家士兵，他们的姿势都非常扭曲，每个关节都好像脱臼了一样。另外，画面的左边还有一具尸体，他的裤子都被扒掉了，直接光着下身。 德拉克鲁瓦是故意这样画的，他想要突出的就是七月革命那暴力残忍的一面，因为他意识到人民争取自由固然没错，但当自由成为口号和暴力绑在一起，就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。画里的这些尸体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其实不仅是人民争取自由很难，理解自由的过程也同样是漫长而曲折的。我前面也讲过，法国大革命它其实反反复复折腾了近八十年。 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斗争和折腾中，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才逐渐清晰起来。人们慢慢意识到，这个自由不是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，谁拦了我的路我就去把它干掉，而是在一定的约束规则下才能够成立。而这幅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自由引导人民，也最终成为了法国的象征。它提醒着法国人和全世界的人：虽然路途艰难，虽然我们会犯错，但自由女神永远在我们身边。 好，自由引导人民就讲到这了。我来稍微总结一下。首先，这一讲的关键词是自由，而这也正是德拉克罗瓦这幅名画的主题。画家是赞扬自由的，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了革命暴力的残忍，这一切在画中都有所体现。《自由引导人民》这幅画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后那漫长动荡年代的真实反应，而到了今天，它也已经成为一个象征自由的符号了。第二，自由引导人民是浪漫主义绘画的巅峰之作。 画里的人物不怎么讲究线条，都比较粗犷。另外再加上色彩的丰富使用，使整幅画都充满了动人的情绪。而且为了表现自由的精神，德拉克洛瓦还引用了古罗马神话，塑造了一个非常特别、充满了现代精神的自由女神。